据说你有一个想法，就是空调那个内机不安完了吗？嗯，外面有块装饰板，嗯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然后上面那个跟天棚那个缝儿还不是特别严，想给它重做一块儿，我看挺好的呀。不顺眼，我拿螺丝刀了，咱去管气。行，咱去看一眼。我没感觉那会儿不顺眼呢。我感觉特别不顺眼。走吧，咱去看看去吧。嗯，大家看看那会儿顺不顺眼。行。就这上面那个呗。空调盖板，瞅着顺眼吗？挺好的呀，就是上面确实是有个缝，但是那是又是因为天棚不平。这块吧有个缝。嗯。天棚不平吧，本来这块已经是不平了，然后这块已经嘎了一个斜子了。嗯。但是它现在还是不平。然后你看这个夹，嗯，我感觉它有点小。大家看这个顺不顺眼？如果说我先不弄它了，大家如果感觉顺眼的话，我就不改。我感觉还挺好的，好吗？嗯，这块感觉弧度有点小，你看发现，这块应该直着下来，然后拐个小弧，这块斜着下来。我看挺好的，但是这块还不错，你看，这块是之前做那个圆角吗？对呀，你做完这个，我都有点惊讶了。你从前面打开前门看一下。行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，就是平的木板给它变成弯的。啊这个，因为那个，一个是美观吧，再一个是起到防撞的作用吧。对呀、啊，不怕磕脑袋那会儿。磕一下试试。哟，使劲使大了，完了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弄啊？哎，我先轻轻演示一下子。最起码它比那个串到一个假的上好多了。一点都不疼，朋友们。就是声大是吗？对。这块征求一下大家意见吧，大家感觉它不顺眼的话，就给它改一下。我感觉还挺好的。改一下，然后这块改一个小圆角，这块改两个圆角。嗯。这块封面条我还没贴呢嘛，就因为我瞅它不得劲儿。我看还挺好。这又是干啥呢？现在有好多小配件都没买，然后尺寸定不下来，你要买多了吧就浪费。嗯。我今天下午准备把这些东西都给它量量尺。统计一下呗，统计一下，然后给他买回来。到时候要不然这块少点东西，那块少点东西。对，一买完了之后还得等个三四天。看着不起眼，实际上都得现买。嗯，一米一，这块有个梯形封边条是一米一的，看我写的卡座梯形。忽略我的字体啊，长度110毫米。宽度啊，看宽度，这个封面条必须得盖上这个螺丝，往下是15个，往上也是15个，也就最少最小最小这宽度得达到30毫米。对，宽30到40才能盖住这块。嗯，然后这是一个吧。对，这块封面条，这个窗户得买一个，是不是？嗯，得买那种什么，对对，纱，那个有纱窗，有隐私，有啥玩意儿，那个是不是？对，看一下它的宽度啊。嗯。卡座窗，860，然后高度。425。这面这隐私窗用不用安呢？这面不安隐私窗，这面直接拉个小帘就完事。咱要一个就行了，那个太多了也没有用。嗯。咱们看一下中门这收边条啊。这块也是个梯形，看方丈。嗯。从这头到这头。但是基本上一圈都有。对啊，这个是1米070。中门梯形1米070，量尺的时候让一块，不要用尺头，有时候不准。为啥？让一个整尺，现在是34，也就是14。
这个内槽14，买14到15的都行。中门框烟条宽14到15，然后还有哪块儿啊？还有这块床那块。对，床这块就是薄的了吧？嗯，这个应该就是8毫米厚的。800，430。哎，还得往上走。3×2.4，2.4+6，2.5，2.6，再加上个2.6，2.6米，加上这个660，860+660是多少？等我拿下计算器。860+660，1米460吧，拿尺算一下。860，660，0，12，7，1米520。1.52米，2米长，30到40宽。那会儿不用再量一下30到40那会儿。上下顶，不用，最宽的好像也就40的，咱就都买40就行。行。然后这块还有一根立的。哎，你不说我都没看着。上面还有吧？有。一直到顶上。对。那从顶上往上点。1.1米。再加1.1米，对，1.1米，全盖、半盖、无盖，无盖最快买，无盖，这个荷叶吧，也叫脚链，就是咱用在这个柜门上，房车专用的叫啥呢？大家要买这个脚链的话，不要去搜房车专用，就搜飞机脚链就完事了。上中门的就像这种棍儿，我这已经买完了，还单没到呢。像这种上中门的棍儿，这个脚链就叫飞机脚链，搜房车专用脚链它就贵了。然后像这种呢，这种那个柜门呢，平开的，它就是分全盖。全盖是啥意思呢？这柜门就把这个边全盖住了。半盖呢，半盖就是盖一半。无盖呢，就是在里边。咱们要无盖的，听懂了吗？那我感觉在里面就像全盖一样。就盖在你里面那个条儿，盖是盖的这个边儿。那它里面盖的不也是这个边儿吗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对啊，应该要全盖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说错了啊，全盖。看来你听懂了，还给我举出错误了。全盖，对，是应该要全盖的，盖它这个边儿哈。对呀、啊，咱们特意在里头留了一个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全盖荷叶，八个